欢迎大家出席牛津大学华文学会主办第九届精英杯亚洲中学华语辩论公开赛。马上要进行的是本赛会第一组第三场的小组循环赛，我是这场比赛的大会主席林慈源。坐在我右边分别是正反方的计时员兼计分员谢瑞琪以及林志轩，欢迎他们。梁山好汉真的如我们想象的
导性病狂、毁灭乐性、倒行逆施、天理不容、为非作歹的流氓。所以啊，除了潜入了这108条牢房里面，到底有没有是因为官兵民反曾落草为寇，还是做贼心虚畏罪潜逃，或是上了梁山后为了私利所戕害百姓及殃及无辜，就理应该接受制裁和惩罚。只是宋朝打乱开恩，释出善意，重新给予其洗心革面、复归社会的机会，梁山好汉应该要见好就收，放下屠刀，大刀回头。这样的道理就好比是现在法治社会中的认罪协商，使犯人得以重新透过认错重新融入社会。因此我们认为，若梁山好汉能视自己为好汉，是这个朝代、这个社会的一份子，他们更应该接受招安，负荆请罪，重新与社会进行对话和和解。又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梁山好汉招安还有为国效忠的意义。小说背景是之北宋末年，金人连连兵进边界，国家处于危机存亡之中，四面楚歌之际，对武汉人而言，万族是毒蛇猛兽，他们是生命如草芥，是汉人如蝼蚁。侵略后大开杀戒，占领后压榨国血。据史实记载，晋唐之难是南京大屠杀的翻版，3000多个女人被掳走强奸，庄园一片尸山血海。身为外族的蒙古更是热爱屠城，四川人口从1300万锐减到80万。因此，宋代朝廷不直接歼灭这些盗寇，反而给其机会一旦在日中上战场。其实是从政统官大义的角度出发，而从梁山平反的方案的角度来看，他们前科累累，死罪难逃。他们利用招安地下杀勾，还可以摆脱罪名，假官进爵，为了自己能够将功赎罪，留名青史。2108人不应该接受招安。谢谢本章一辩，请您留步，请反方二辩上台自取，时间为2分钟。也就是说，首先呢，你是说这些人是一伙强盗，他不可以中立，对不对？对，他不可以中立。然后第二部分就是说，你招安之后可以为社会、为国家做好事。对，他可以保清他。那前面对了，你有没有看过我们书里面的？应该是第42回，是宋江他在九天坛上问夫，他你有没有听到说九天坛有四字真言是替天行道？替天行道。那请问招对了，他们这些数字也有两面性，对他们来说，忠义快活不一定都学习杀人越货的事情。招对了，不过我刚刚先告诉你们，他们口中喊的替天行道，但事实上就是去绑住江东。那请问对吗？对有。本尊来说，他是有什么起因吗？有没有仔细看过吗？有，东本我刚不是说，他就是一个时间通缉。那请问他没有啊？那为什么说他们都是一些鸡鸣狗盗之徒？那有何去攻打辽国呢？还有200多人。不是，说他招安之后，他变成这个国家的军队，他就知道没有说招安之后变成部队，变成国家的军队。那再来问高同学啊，是，请问对我们不招安有什么问题吗？就是你刚刚没有列下我们出现问题的地方。你说梁山好汉不招安，他们就是去为非作歹、抢夺人民，然后让人民。也就总结是一句话，就是不为人民做好事。那请问队友，如果我们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我帮你纠正了是吧？好，请问帮助。好的，那再请问队友，招安的好处，我听过总结的一遍好的处是说为社会、为国家做好事，对吧？那如果我帮对方队友论证，你无法为社会、国家做好事，那我方还是纠正，对不对？我方无法为社会做好事，对，但是我方的是义务。他们骚扰百姓，
圣诞呢，又怎么会不直接去造反呢？好，方便我们瞎看。首先，我们按照最方便的逻辑来看，梁山好汉最终接受了招安。那么我们看一下，作为一支受到朝廷管制的军队，梁山好汉应该隶属于宋朝主管军政的行政机构枢密院，而当时掌管枢密院的枢密使是在围剿梁山初，被梁山打得落花流水的宦官童贯，他一直是不支持招安的代表奸臣。与他相同的，还有梁山好汉结被一个梁山好汉劫了十万支陈钢的财经，掌管了正义的执行、审核、实行，权势滔天，又与梁山好汉有深仇，深仇大恨。梁山好汉接受招安，固然进入体制，但这个体制又是一个昏庸至极，而且掌权者几乎都与梁山有仇的体制。像这样的招安，对于梁山好汉的生存来说，他们有什么意义吗？书中处处强调四大奸臣一门心思将他们拆散，并且一个一个除掉，荒谬，甚至不能为我们论证梁山好汉接受招安后能够最基本的活下去。而且接受招安同时也不能够满足梁山好汉的价值需求，他们以头领的宋江为代表，奉九天玄女娘娘之命替天行道，安邦保民。而水浒传中多次提到的蔡洪高阳作为掌权的奸臣，奸到什么程度呢？水浒传中第89回提到，在宋江等人攻下辽国四州都快要打到辽国的首都上京的情况下，辽国的丞相不过是通过劫财的贿赂，就让四大奸臣和各省院的大小官僚全部上书皇帝，要求应该放过辽国，应该强制撤回已经取得了极度优势的梁山好汉，甚至把那些已经被梁山好汉辛辛苦苦的收复的那些失地都要还给辽国。他们有是想这样一个朝廷的调遣，他们又怎么能去安邦保民、替天行道？听到没有？观点说白了就是，宋江等人不接受招安，要么就没有活路，要么就实现不了他们替天行道的价值。那我在对方，我不放在这里告诉对方辩友了，不接受招安，宋江等人不造反，不占地为王，他们还可以选择去向北讨伐辽国，收复燕云十六州。水泊梁山地处山东，而对于宋朝具有非常大的政治意义的燕云十六州就在现在的北京河北一带，就是非常近的距离，也就大概300公里，对于军队来说水泊一周就到了。从战斗力来说，在书中的后文也提到了，辽军在梁山军队面前几乎毫无还手之力，梁山好汉在全无政府帮助的情况下不损敌将就轻易的收复了原本属于燕云十六州的潭州、冀州、霸州、幽州，也就是说从梁山进攻当时被辽控制的燕云十六州是非常具有可操作性的。同时燕云十六州对于宋朝军民具有非常大的意义，所以宋朝政府根本就不会去阻止你去打那个辽国的燕云十六州，因为燕云十六州对我们来说是汉人的固有领土，我们收复失地有什么是不对的吗？方便哦。综上所述，梁山好汉接受招安不应该接受招安。谢谢。谢谢。第八遍请您留步请正，第三遍还是您的选择，直接为梁山庄园的名誉。我要说方问题，我在这问题上，比方说上了梁山中，他们可以做好事，他做了什么？
身行道，是帮助国家的事情。有没有？他口喊田野行道，可是他到底有没有做了什么带来公共利益的事？我们看到的是他三大住家，他们灭人家的庄。比方说，他到底做了什么？你是告诉我们这个是不对的？我们看现在，无论是朝廷的有识之士，还是对，还是民间的一些百姓，都对他进行了盛赞。如果他做的不是好事，为什么我们去赞赞他？东淼，你说圣诞，那你有想想陆家庄的感受吗？你就这样被灭了呗，东淼。我们要考的是一个民族发音，你怎么说？也能做到替天行道，而且他还不用，那难道不是更好吗？
来他本来就没有议论今天的事情，他在梁山上面做的事情是什么？是到处烧杀掳，他本来就是在想。打断一下，那对方面有认为梁山讨完招安以后，他去攻打辽，他打算的那四个州都被朝廷还回去了，他真的做到了让百姓幸福国家幸吗？那么至少他不要让这个外患复兴到中国里面，而且第二个，他去征方腊的时候也是让这个就是啊，打断一下，对方面有，我们是去收复失地，那本来就是我们的地盘，我们为什么要？苟安于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不应该继续打出去吗？没有，我方丹知道他不是，就是啊，他不是这个所有他做的事情都有达到嘛？但是他征方腊的时候，他不是让文臣，这方面有没有说清楚一点啊？没有，我刚说清楚了，就是他征方腊也是让文臣。我再打断一下，我在文臣方面有一直说宋江等人就是逃亡该死是吗？对啊。好的，那我们现当今的四大贪官搜刮民脂民膏，难道他们不更该死吗？梁山好汉为什么要？投入这样一个龌龊的朝廷来，我们这跟他不清楚他没有什么关联的、啊。我方当然知道宋朝要改，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他这个外患要入侵的话，当然要先外的。方面有，那方面有意思是，与那些朝廷朝廷里的贪官奸臣同流合污也没有关系。我没有说到同流合污啊，在王庭之这个时候，这是朝廷里也不是全部的人。好，那请问对方面有认为，包括论臣他如何能不同流合污，还把朝廷肃清？在方面有我们。打断一下，但是我方面认为，一个我的人先反方杀剑，接下来有请反方二辩发问，时间为三分钟，记者将会与您开口发言后开始计算，有请。好，谢谢主席。其实我们从这个场面看到，对方无非想说什么，他们想说他们是逃跑，对方不会听不到。但这个天是什么？这个天难道是天是朝廷吗？是这个朝廷吗？对方没有在一边搞清楚说辽族外族他有多么可怕。那我们来看这个朝廷做了什么？这个朝廷在他们攻下金云十六州其中的四州之后，因为接受了朝廷辽族一点的贿赂，就把四州全部拱手让人。这样子的朝廷不是更卖国，比他们更不能提前听到吗？那我们投靠这样更加腐败昏庸的朝廷又于是可信呢？所以可见对方没有说招安可以为社会做好事是不能成立的，而且更加会活不下去。然后再看今天行道，我们现在只是为保护人民，对不对？接下来我将为对方问政，为什么不招安也能为国家做事？好，我们现在一直在提到滇云十六州这个事情啊。滇云十六州它的失地，对于宋朝乃至整个民族都有极大的军事价值与精神意义。其一，滇云十六州是中原地区抵抗少数民族进攻的屏障，易守难攻，还出产很优质的战马，就是稀缺的资源。其二，宋朝对于滇云十六州有着极深的执念，宋太祖曾在内府部甚至封庄户，打算用金钱赎回失地。宋太宗曾于失雍州试图收复这块地区，但是却中箭逃跑失败，又是何等耻辱！此后，北宋与辽进行了长久的战争，希望收复这一块失地，却一直没有能成功。这时候，宋王朝相当渴望从辽人手中夺回这块失地。最后，滇云地区与边境的民众久受掳掠与战乱之苦，在极低的社会地位中痛苦挣扎，可见他们对于获得可解放的渴望。如果我们去解放他们，那又何尝不是为人民做事呢？然后再看，所以说，风靡于辽人，宋国居民更加希望作为汉人的梁山好汉去夺回这块失地，所以他的父亲不会去反对他们，甚至会进行阻挠。为什么？因为他们历史取向是一样的，在国家大义面前，背里没有那么多的害怕，也会去因为是逃跑，我就不认这个忠义之道的行为。而相比呢，在招安后去攻打辽国，它的区别在于什么？招安后去攻打辽国，所得成果都会被那些受了辽国贿赂的奸臣拱手让人，换取个人利益。梁山不如不招安。替国守疆，造福人民，即使人民从侵略者的体制下解放出来。所以不招安进行北伐，不但不会被宋朝攻打，还可以实现梁山众人们替天行道的个人价值，并在此基础上保全好汉们的身家性命，这是你们招安做不到的一点，让他们完成更多的事业，根本没有对方所说的坏处，还优于对方所说的招安的想法。然后我们再来看，对方没有好汉，我们就来质疑，我们当然打不过辽国。可以看到，在朝廷直播给魏国营养的情况下，从梁山打到曾头市，再攻下辽国最大的陪都中京，以及围困辽国的首都上京，而且还把他们的皇帝属于一种在围困中的状态，这是书中已经确认过的事实，他们是完全做得到的。对方要如何论证攻打辽国是无法办到的呢？以上就是我的陈词，谢谢大家。谢谢反方辩，请您就今天的方辩上台致辞，时间为两分钟。教授你好，你方今天报告大家今天梁山好案是替天行道，对不对？那我方就想要请问你方，他们到底做了什么替天行道的事情？你方可以举一个实例来让大家知道吗？刚刚有像我们就是一个宗教招募的意思，对不对？对，有招募成绩。
节输掉重点是一种巧合啊。他们做这个比辽生更加厉害，他把这还用。要不然我们来看，今天他打祝家庄的时候，他旁边还有顾家庄，然后他就是他签了这个停战协议，然后就只是因为祝家庄有这个伞兵跑过去了，然后他就把顾家庄一起屠了。请问这时候你们还认为他们的有伞兵又逃过去吗？就是信贷的机构想办法。再说，然后没有公家的想要，方面的方面没有举证说他们为了人民做了什么。首先呢，他首先我们看到他肯定是二破两拨，是最典型的一个事例。有没有？等一下，你说他二破两拨，是苏州他招安之后才二破两拨吧？并不是在他之前他们有两拨的意愿。这方面怎么样？你来看哦，今天你方今天论证是他们有能力去分两拨，对不对？那你方有没有论证他们有动机去分争两拨？的确，我们现在已经对对于十九州的一个法律是一数很论，而且而且你方在粉丝听有不同啊？是杨志是杨家将的后人。如果说真的是孤岛要有表示关系，有自己方面啊，不对，你们刚只是在想象，跟在理想之中。你刚有没有举出书中哪一句话，或者是哪个情节，透露出他们有意愿去去打辽国？你们只是说今天燕云十六州的利益很好，所以有利益，但是他们有没有动机去打这两回事？但是不方便，我们基本说过了，一些汉人，只要所有的汉人都有去师父受命，只要让我们知道，并不是说汉人想要打外国。但是你方有没有论证梁山好汉这一群人，他们的确不招安之后，他们的确会想要去争取这些外国？如果他们真的是想去争得，他们又何必在招安之后攻打过去呢？并且说招安之后，他们是受他们变成国军，对，他们去替天洗白，他们去保境安民。但是没有招安，他们不是国军，他们有动机，他们论证高度一样吗？那是历史人证，那是历史人证。那一些，接下来有请是大面国的。燕云十六州还给
没有，吴忠没有，还要再互相解释。那再来啊，就算他们真的有报复，我也告诉大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不应该断手于梁山不上。我要告诉大家，在第三次招安的时候，其实大军压境，梁山泊已经坐困愁城，弹尽援绝。在这种情形底下，你空谈一下，可是你都命都没了，你到底有什么机会可以去为民施展保护？宋方告诉大家，我们谈勾践人物负重，或者韩信人兄胯下之辱，他们想力保全，不是为了在未来可以解救长平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关系。便是请您留步，请反方的来咨询时间为两分钟。好，谢谢你刚刚说的那坏事，对，他们做的坏事其实我们看都是早期在王伦和晁盖这两个草寇的带领下，在草寇的带领下他们做出好事，后来我们换成了奉九天神令杨耀出那个正义的宋江来带领梁山军，其实是一支正规的拥有完善的体制的军纪严明的军阀，你告诉我当时候做什么烧杀掳掠的事情？庄妙，我只问他在上山之前有没有做过坏事？有，他上山庄妙有没有侵害？庄妙有侵害吗？庄妙今天告诉你其实很好笑，都上山之前他做过坏事，说明他之后就不能为国家做好事了吗？庄妙，对啊对啊，所以我刚说他接受招安之后为国家做好事。好，庄妙告诉我们接受招安之后能为国做好事。庄妙好像在这里告诉我们，朝廷是一个非常好的朝廷，只是我们去反对他。朝廷真的是好的吗？现在朝廷被四大奸臣去把控的朝政，他们是对外走国，对内去压迫百姓，这样倒是好的吗？庄妙，我刚不是说朝廷很好，我刚才一直说没有你说的这么坏，还是有好的。庄妙，庄妙，你看我们的百姓听到他们梁山起义的什么反应？百姓听到梁山起义，对抗政府都拍手称快啊！庄妙，这难道不说明官府比梁山相比更加更加坏吗？庄妙不对，你刚必须告诉大家百姓的怎么想，我刚告诉大家，好，庄妙，乱打压劫色去侵害百姓生命，让他对庄妙。庄妙今天其实可能没有看出去，或者说他后期他们并没有烧杀抢掠百姓，他们只是去反对官府，而百姓在这个时候。梁山王他们后期还做出了什么？比如说开市这种举动，让饥饿的百姓去随便吃的肉，他们是在帮助百姓，而不是在迫害百姓。庄妙，庄妙，我只想用一番论点回应你的。我不管他后期有没有，他前期有做过坏事，这时候就应该要认错。对，好的，庄妙，对庄妙的人民道歉。庄妙还是告诉我们，之前做过坏事之后就不能梁国。庄妙，庄妙，因为一开始跟我们说梁山的话没有这个动机去打辽国，对不对？梁山好，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的安邦保民，去打辽国是为了收复我们的殖民，是为了我们汉朝，为了我们国家好。为什么梁山好？
真的是一个奸臣当道的局面。梁山好汉想要在朝廷安身立命，根本不可能。而且这方面有人一再质疑我方梁山好汉的动机。我想说，首先我方签了书是不应接受诏安，而且论证动机，我方当然不可以为你论证。在原书中第四十二回《九天玄女娘娘的法旨》中这样说道：“北幽南之墓，两处建奇宫。”这是什么呢？一，我们可以说明这是代表了上天对梁山好汉的这样一个精神要求。其他人宗臣这方面，我说我们就学话不用，好，没问题。那难道他不可以反映宋江本人他的内心真实想法吗？他反映的就是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好汉，他们真的希望北幽南之墓两处建奇宫，他们真的希望去征伐辽国，为民除害。而且啊，我方所说的不招安，难道不是比对方说的进入朝廷更正义吗？投入那样的朝廷，有什么正义可言？有什么改革自新可言？反观我方代国投江，难道不是更惠国利民吗？谢谢。谢谢。党章三遍，请您留步，请正方二辩上台咨询，时间为两分钟。
仙女的发动方式有请。宋庙今天在谈动机的部分，只敢举证说玄女娘娘叫大家应该要这样做。请问宋江自己本人有表态说应该要这样攻打的那个大国吗？都没有，他没有表达宋江内心的想法，不然他怎么弄到这件事？请问都没有了，这种状态是不是一个认错的表现？都没有，我只问他弄到这件事，他要实际去做吗？跟他口头说过了。好多没有，我告诉你，宋江后来行动标的就是把九天玄女娘娘的旨意告诉佛母，这就是我的意愿。好多没有，我请问你了，您说祝家庄是良民是不是？我告诉你，听到没有？祝家庄是独霸独龙岗的当地的黑社会势力，他们压迫百姓，我们去打他是为外民除害。有没有？你告诉我为什么这是不对的？有没有先确定你当初跟宋江说，只是跟大家讲讲他想要这样做，他实际上有没有做是没有的吗？对，有，他知道你最后在你碰到你，他能接受他，就是因为他想跟你做，对不对？也就是说，不管他最后有没有被抓，他都是想跟你做，都是想去改错的，也就是说，他是完全有这个意愿去改变自己之前的过错，去为百姓做好事的，对不对？都没有，九天娘娘九玄女娘娘那个例子，其实坦白的讲，讲出了宋江是你正身退的愿望，什么是回归社会？你不只要攻打外敌，你要先招安。所以宋江今天在文本面选择还是先招安，之后才去攻打外敌，两者是分不开来，都没有，不要拆开来讨论。更何况你不要说祝家庄是一群坏人，问题是祝家庄其实坦白来说啊，水浒传里面从头到尾没有提到他们对梁山伯里面做了什么坏事，他们只讲了今天只是因为偷袭被发现，梁山伯不分青红皂白跑去攻打人家，你要怎么解释？没有，我们也招安，招安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认错吗？但是认错真的一定要通过招安来实行吗？认错的方式是改错啊，我们通过代国守将之难道不是一个改错的有效的认错的方式吗？咱们不要再跳梁了，刚刚问那个例子，祝家庄他再坏，而梁山伯今天根本就不是因为祝家庄坏而去攻打，而是因为时迁偷袭啊。没有告诉你，祝家庄他没有对梁山做什么坏事，但他对百姓做了坏事，我们要去帮助百姓。都没有，我告诉你，朝廷招安为什么？朝廷招安是对你之前的过错既往不咎，让你回归朝廷，这难道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吗？我需要让你去改错，而不是朝廷招安这种既往不咎的态度。都没有，就是要招安之后他们才会认错。你妈一直说不招安他们会打梁国，你妈有实证吗？书中里面他们就是没有奉命去打梁国，对他们才没有打梁国，他们根本就没有认错，你妈怎么看？对，都没有，我再重申一点，我们要的是什么？是梁山应不应该招安？我没有义务的叫他会不会去招安，只是我们讲对心里比得出的是有利的就行了。而且请问对方辩友，我不招安可以既可以保全身家性命，还可以完成为国守将这个事业，为什么我一定要招安呢？方辩友，我刚刚告诉你了，不招安，你最后在第三次政府打进来的时候带进人员就快死了。再往下问你啊，我刚说招安是一个认错的情形下，你不要告诉大家，难道宋朝的逃犯我做错事情为什么被人家抓去关？只要我之后做一点好事就好。方辩友，你还在质疑我方的立场？我已经告诉你了，朝廷五次来打梁山，五次全都被打回去了，你还告诉我朝廷能够灭掉梁山吗？朝廷当然不能灭掉梁山。方辩友，你又质疑我们了，为什么我们不会去打辽国？我已经告诉你了，他替天行道就是要打出去的，玄女娘娘那个东西就是他自己发出的旨意，他告诉梁山我们应该去在这两个地方建立起，我就是他的意愿，方辩友。方辩友，我们是从这个梁山好汉自己本身来讲，他们里面的人有三分之一都是朝廷降将，他们想要回归社会，所以从人格上面来讲，即使上很多时候如果这样硬干的话，他们真的打不赢。回归社会一定要回归朝廷吗？回归社会是你说我要为这个社会做好事，而不是说我就要服从这个朝廷吗？方便，我只问了，按照你妈意思，宋代的所有犯人都不应该被关，他们只要之后做好事就可以无法工作了吗？对方辩友，人是可以改错的，再说对面你是要从梁山的角度去分析他的利弊，如果对方辩友认为梁山本就该死，那为什么在第一次招安的时候乖乖投降乖乖认错呢？再请问对方辩友了，如果你招安进了朝廷之后你真的可以实现报复啊，那些奸臣和你有仇，有四大仇之过，那为什么不来杀你，让你在达成功业之前就把你杀掉了呢？哎呀，东方林芳也没有回答我方问题嘛。按照林芳的意思，是他杀人之后再给人民一些钱，然后就觉得没有做过，没有罪过了。东方，你先告诉我们，朝廷招安难道是要惩罚他们的过错吗？朝廷招安什么？招安是告诉你，我既往不咎，我打不过你，你归顺我，我就可以为你既往不咎赦免你的过错，这才是招安的真正意义，而不是对方你说的认错不改错。没有，招安就是梁山好汉向这个体制、向这个法律认错，他们承认他们之前做过了坏事，所以他们之后才会招安之后变成国君，然后去征讨方腊。你们在自始至终都没有告诉我说他们有没有东西去做，或是他们实际上有没有去做，你们根本就没有举证。对方辩友，此时都没有告诉我们，向这个坏朝廷认错真的是好的吗？再问方辩友，宋江一次次力主招安，这难道不是他希望改正错误、为民除害的表现吗？都没有，明方说不应该向朝廷低头，是我们已经告诉大家了。我们在讨论的不是向某些贪官低头，我们在讨论是对这个体制、对于这些法律上面就是告诉你不可以杀人，你是应该要认错你以前杀过人的。对方辩友，他已经就是
说重本三书，他的意思就是马云，他想卖国，他想把这四川还了回去，再又还了回去。这个条文真的好吗？有没有？我知道有些贪官没有遵守法律，可是那不代表法律不对，是那个贪官不对，是执行力上面出了问题。所以你要不要对法律认错？你要不要对这个社会体制、对这个道德认错？对对，我告诉你一次，现在的朝政就是被四大公的把持，没有忠臣可以站出来讲话。你国家的法律就是这四大忠臣的意志，你根本就不需要钻这样的法律里头。当然，你刚才是没有回答我刚问题，你到底要不要向这条法律认错？你到底要不要向那些你伤害过的人认错？都没有，我们帮他伤害过人认错的途径是什么？就是为民除害，代国守疆啊，这难道不对吗？有没有？你那个代国守疆不是认错，你只是觉得我是正义之士，我要去攻打外敌，你根本没有承认你以前曾经杀过人，以前曾经抢粮、抢银、抢钱、抢人民。哎，我们重要是什么？我们重要的是认错，我们重要是敢错啊！你向一个更加腐败、不要朝廷认错，又有何意义呢？而且对方可以知道，对方根本论证不了你归顺朝廷之后，可以像我们一样被罚，又说又有何被罚回去吗？表面你们还是没有认真，他们不知道，知道他们哪里有改错了，我爸给我打枪，他们不抓，还有就是继续过着他们道后生活，继续去侵蚀老百姓，反而是招安之后才能去保境安民。你方那个都不是理想中的状态，你方没有举证。对对，我告诉你，对对，我告诉你，燕云蛇这边的百姓，他们在辽国的辽国统下受尽欺压，我们去代国守疆，去把他们打回去，去收复我们的实力，是帮助那边的百姓重新回到汉人的统治，而不是受到外敌的欺压，有没有？好吧，你哥们不要再跳点了。上次我这地方没有认真修脚，然后在国上面的选会去打赢十六州嘛。往下来谈，方今天谈的是，方谈不只是要改错，还要认错。方今天进入体系之后，这个代军这个班我的名字心态，我拜读，不是更好吗？对方没有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改错，对方没有请问对方没有招安事实主张改错的一个途径，并影响对打发苏庄也有这个改错的意志吗？来，方面我们方今天事实还是没有告诉他，他有没有真的去改错，有没有真的去攻打？那在我们试验一下，我方可以很认真告诉你，他有认错，也有去改错，也有去比方法，这件事情方比不过来啊。对方没有信心就告诉你，因为小助理他最后招安了，所以说任何其他不可，就是对方没有任何其他，他是不可能不招安的，对吗？没有，您方今天揭晓说原版就是有招安，所以您方今天要变动一个现况，变动一个小作文的时候，起码告诉有这个动机，有这个可能性。啊，对方没有，我们的实力不应该，实际上看到你们招安之后，并没有做到重回天行道，并没有做到我告诉说你完全可以去说服右边石榴中，对方没有该如何解释你们招安就一定会比不招安好的。有没有？我方今天说应不应该，反正从小说内容之后就小说内容去推销他们应不应该，您方这些都只是联想，告诉我们说不招安他们可能可以认错，但实质上他们真的有认错，真的有改善吗？您方自始都没有讲出一个实例，说他们有去做好事，有去帮助人民。对方没有是不是在要求我们论证他会不会不招安？有没有？那意思只是您方空谈说他会去做好事，他们实际上看到就是他都在做坏事。他没有，我们就从处理出发，梁山好汉瑞士朝廷以后做到了什么？他什么都没有做到，还死了。但是我们今天还是不知道，真的是可控吗？我们是为民除害啊！对不起，有没有？他真的帮他打了大的，哪里没有做到好事吗？他，谢谢双方辩手。比赛进入最后一个小节。今天对方没有再告诉我们最大的他们的最伟大的原因什么，因为原著中他们被招安了。对啊，他们不可能不去想招安的，都存在一个他们会说我不想招安的途径。可真的这样吗？对方没有，我们讨论这个辩解意义是什么？这个辩解意义我们讨论应不应该，就是因为他最后招安了，我们想知道他们这个窃已经做的这个行为，他到底该不该，到底对不对，到底有没有一个更好的途径吗？所以对方没有先单单以他们最后被招安了作为一个强有力的论据，好的，我们来看今天对方没有提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梁山好汉是不是坏人，是不是哪有做好事的动机呢？可我方没有一再告诉大家，哪怕是书中他最后被招安的事实，招安是一个他们改错的行为，没错，我方承认梁山的确之前他们做了一些坏事的，那又如何呢？做了坏事就代表不能够再重新做一个好人了吗？梁山他们其实啊，在宋江的统领下，他们最后在做的每一步的时期，都是在想说，我还想稍微做一个好人的，我想把我的义气、把我的忠义体现出来，所以啊，他们最后才能从愿意同意被招安，才愿意去服从于，才愿意啊，去真的去攻打辽，去攻打方腊。也就是说，他们这个忠义的这个意愿，其实与他们被不被招安之间，其实没有一个必然的关联的。我们再来看，对方辩友今天在告诉我们说，他们只要向朝廷认错，归顺朝廷之后就可以了。对方辩友一再告诉我们，这个朝廷其实并不糟糕，这个法律并不糟糕，没错，法律本身不糟糕，但一个法律呈现在一个社会上糟不糟糕的形态，是建立于这个执行这条法律的人是怎么样的。我方今天一直在告诉对方辩友，这个朝廷它不像你们描述那么美好，它的
情况已经恶劣到什么程度了？恶劣到这个国家的国土对这些忠诚、对这些奸臣来说，只要对方给点钱，我就可以不要的程度，就可以值得你的黎民百姓不顾的程度。对方表居然认为这是因为这个朝廷觉得那块地不重要，说得好，那块地朝廷都觉得不重要了，可它本身是重要的，难道朝廷这样的决策是对的吗？然后再来看，对方没有说我们他们进入朝廷这种起始啊，对方没有认为应该招安，是因为在招安之后啊，他们最后也的确真的方法，他们最后啊也的的确确去打了一点粮，对不对？对方没有认为做了点好处就可以了，这就是应该招安了。跟我方没有今天想告诉大家的是，在我方提出的我们自行去攻打燕云十六州的途中，在这个攻打途中，我们也完完全全可以做到攻打了辽，而且我们不会打到一半地还要还给别人，我们会坚守住这边属于我们的固有领土。也就是说，在双方一个价值实现的角度上，对方没有不能说你做了点好事就比我们能做更多好事之前来的更加有效的。我们再来看，对方没有在提议说梁山实际上并没有一个战斗力，但其实对方没有其实也承认我方所说梁山他们五次攻击破了宋朝的官军。五次什么意思？第一次是不小心，第二次是意外，第三次巧合，第四次、第五次是什么？宋军不断提升兵力还打不过他，对方没有在这里是无法强说自己臆想说宋军其实是比梁是比那个梁山好汉强的。也就是说，我方这个所谓梁山好汉，他有我们所说的去真正征讨下燕云十六州的实力，但他们能力方面其实对方没有并没有提出质疑。而对方没有对于说或许是做那么多坏事，百姓怎么会支持他们呢？是我们都知道，百姓都是人人都是支持他们的。因为这你知道，他们做的这件好事啊，其实的确，他们没有我们所说的，他们不去归顺朝廷，他们去做一件好事。这件好事呢，与这个国家的利益是并不冲突的，也就是说，他们确确实实在做好事，百姓是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敌对外的情况下去说，这些梁山好汉来帮助我们收复失地，我们不要他们，我们讨厌他们。这点在对方的推论中也是不成立的。我们来看，今天啊，我方其实说，我方这个途径其实不需要接受招安，应该不会。因为我帮你分析，你们接受招安以后，对，的确他们会做一点点好事，可是这点好事很快就被他们的宋朝这个朝廷掐灭了苗头，他们就死，其实都没有完成他们应该他们真正想做的事情就死了，对方没有认为这样就好了，他们死就死，已经做了点事情了。而我方想告诉大家是，明明有一条路可以让你不用死，可以让你更好的实现你的，是更好的实现你个人价值，更好的实现你对这个国家利益，甚至是更好的完成您方所说的这条赎罪之路。那对方辩友为什么不应该选择我方去谈呢？对方辩友认为对梁山他们并没有选择走我方这条路，是因为他们就不想走赎罪，是因为他们对当时的朝廷认知有错误。我们都知道宋江一直以为朝廷在他打了胜仗以后会让他一直打，会一直对他好，也就是说啊，其实并非是我们说宋江他自己的意愿有误，而是他对于时局的判断有误。这也就是说宋江他其实本身就是想去为国效力，就是想去为这个国家的人民争取利益，为这个民族争取利益的时候，对方没有怎么能说他屈服于朝廷之后做了一点点好事，然后还死了，就是叫做应该的。也就是说，今天我方想告诉大家，当有综上所述，无论是从行为还是利益，我方坚定认为梁山好汉不应该接受招安。谢谢反方自辩。梁山是一个封闭的环境，他们今天的粮食
只要不获得，要下山去抢。所以今天官兵只要来一个围困的战术，其实坦白来讲啊，梁山过了几天之后都坐不住了。所以今天这个我们在讲打仗的时候，本来就要考虑战术，不是说个人武功讲到强就好。所以我们到时候就会各官事实上面从天时地利人和来看，的确他们有可能。有可能不接受招安，反而会死在山上，过得更惨。往下看，都没有今天及时可以告诉我们他们要去征讨，都没有告诉我们要去征讨辽国。方今天也进行攻击，告诉大家，其实坦白来说，宋江这群人他们根本就没有动机，因为其实就我们资料指出，他们今天上山本来就只是他们上山本来就是为了招安，本来就是为了要回归社会。讲白了啦，他们就是要占地为王，今天累积了一定的势力之后，再拿足够的筹码去跟朝廷换招安的筹码，招安的这个机会。所以讲白来说，今天这些人根本就没有在还没有获得足够筹码跟还没有招安之前就跑去征打辽国，我觉得没有动机，这个事情不可能发生。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方告诉各位，从两层事实层面来讲，都没有这个论证，其实这个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就算都没有今天可以告诉我们他们真的是征打辽国好了，我方也认为有两个部分是跟我方今天的态度进行差异，我方觉得是不对的。第一个是你今天在没有接受招安之后就去征打辽国，有什么产生什么问题？讲白了，名不正言不顺，今天师出无名，产生会什么结果？是引发更大的战争。因为你今天说你要攻打燕云十六州，可是宋朝会觉得什么？宋朝觉得是另外一个外来的政权，你想要推翻这个朝廷，你攻打燕云十六州都占地为王，宋朝也会不爽。今天因为你方今天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么急迫要攻打燕云十六州，是因为宋朝政府觉得它很重要。那既然觉得它很重要，那其实在我方势力把他们招安去攻打燕云十六州，宋朝也不会愿意把它还回去嘛。所以这个部分，我方既然也有得益，那你方势力家反而可能找。衍生更大的战争，我方觉得这件事情没有很好。再来，我们谈双方最大的差异。今天不招安跑去攻打辽国会产生什么结果？其实他们没有认错，都没有觉得这是一种赎罪行为。跟坦白来讲啊，你今天没有任何一种法律上面的宣誓效果，谁知道你今天去攻打辽国是自己觉得自己是正义之师，还是自己在觉得赎罪？没有人知道。所以招安其实代表一种法律上面，代表一种行为的宣誓效果，代表你今天愿意低下头来承认你过去有错。所以在这个部分双方的差异，最后回到了我们今天要不要认错。我们觉得这行梁山好汉到底是不是坏人？前面那比赛当中，都没有一直始终没有办法退让，不退，他们很坚持，他们不退让，说梁山好汉就是一群坏人。可是其实坦白来讲啊，都没有这个攻击，只有一层，叫做这个梁山好汉所有的坏都是上，都是宋江领头前的坏。坦白来说，我们告诉各位，事情不是这样的。前面举的祝家庄的例子，或是我们现在告诉大家打大明虎青山之役这些事情，反而是宋江上山之后才去做的。而且我帮你告诉各位，其里面稿面提到齐明的例子，有好多人，齐明、呼延灼或是金大街这些人，通通都是被宋江逼上山，他们是没有想要当盗贼。这么发生什么事情？梁山好汉这个人就是坏人，这件事情丢不至于。重点是我们的态度，我们觉不觉得他应该要向？应该要招安，他们应不应该认错？都没有指责我方在说，都没有指责我方说招安是向政府投降，是我方前面已经解释过了，这件事情都没有误解了。因为我们在投降，我们不是投降，我们今天在面对的是什么？是招安今天带来的宣誓效果，是一个整个法律体系当中，我们愿不愿意去投诚，我们愿不愿意去向那个正当的法律，去向那个道德去投降，而不是向某些特定的贪官投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先澄清招安的对象。再者，招安的意义，我方告诉各位认错，为什么要认错？因为很事情很明显，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要明心，都没有那个口中英雄好汉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觉得啦，英雄好汉要有洁身自爱的事情，都没有今天可以为了反抗政府不择手段。就像请梁山好汉今天为了反抗政府不择手段，其实我们觉得英雄好汉不应该长这个样子。谢谢，谢谢正方辩解，李泰正。
反方开出来的是第一个是不招安，因为其实我觉得你们的点的铺陈对我来说有点掉了。你们第二个点才说，因为招安后这个朝廷很乱，很乱，然后很污秽，很不好的一个制度。然后你们才说我不招安是因为我要对抗这个制度，然后我要替天行道啊。你们基本上就分成这两块说法，但对我而言，我觉得这两块说法是一个链接，就是因为我不想归顺于不好的体制，所以我想做一些所谓善良的事，或者替你们说的替天行道。其实这两个点，双方开出的这两个点，对我而言，双方的第二个点，是碰撞，就是他觉得要将功补过，然后你们认为将功补过不是这样。那我先看这个点是你们开始，等一下是我判断影响到主战场。但 before that， 我要先讲一下，我一个上半场的一个质疑。第一个是梁山好汉到底是不是一群好人还是坏人？我觉得这个开始是我一直在想的，因为正方可能你们选择策略是，就可能你们的想法上是，像刚刚小明说的，你们可能想要剑走偏锋，就是告诉大家他们不是一群好人。普遍上大家念了这个数据，他们觉得是一群英雄好汉，就是我们会前提是认为他们是一群好人，所以他们做一些东西我们都会很用正义的那个眼光去看。然后你们想要颠覆这个刻板印象，然后你说他不是一群好人，所以你认为这不是一群好人的人应该要去接受一个好差事，或者是一个 good deal， 就是一个好的交易。你们的大概的说法是这样子，然后反方是完全没有界定，也没有反对这不是一群好人，还是对我承认你们是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界定，到底在你们立场里面他是不是一群好人。可是打到后面，我觉得这是不是一群好人好像不太那么重要，因为我觉得后半场的比较明显的优劣在于我觉得你们对于招安的诠释有所不同了。正方认为招安就是一种认错的形式，归属于体制，不管你最后有没有变成好人，那你做错了你就应该认错，这是你们一贯的做法。我觉得好，这点好在你们自始至终很一贯的在这边往下推，没有动摇。反方开始的质疑是，我觉得我投选反方这个印象票是我很赞赏你们的进攻方式，可是我同时也不是很赞赏你们进攻方式的一些缺点。我觉得你们进攻方式层次很多，可是你们贯穿不起来。你们的层次是，你们对于招安这一块东西是进攻的层次非常多。对我来说，我记得你们有几个就是到后期比较，我认为比较傻的是，请问招安是不是唯一认错的途径？然后你们还切了认错跟我在形式上认错，跟我正去做一些改过自新、改错这个东西，其实可以有区别。然后你们再接回你们的论点，就是像一个不好的体制认错，其实是不是回归社会？因为他们说要回归社会，那你们就会把社会跟朝廷分开了。我觉得这几层的进攻是我觉得很好，可是我觉得有点可惜是，我一直没有听到一个贯穿起来，就是你这些进攻到底打到对方什么核心。其实我在投印象票的时候我很纠结在两个东西。第一个东西是这场比赛因为很接近，所以双方的起承转合都很接近。我认为前半场正方是基本上是大部分是占优的，因为他们的东西很贯穿。然后可是到了自由辩论，我认为反方是占了很大的优势的。在我这里，你们的自由辩论分数是比较高，因为我觉得自由辩论开始出了很多层次打法，可是我觉得很可惜结辩没有把它贯穿起来。你们可以回去看影片，我觉得你们自由辩其实基本上进攻是很犀利的，对我而言，可是我认为没有去把它贯穿起来，然后直接针对他们某一些核心去打。那我是印象票是，我觉得在后半场你们占了很大部分的优势，然后我就看正方的自辩到底有没有办法在我觉得你们营造了那个优势以后，在我这里把那个优势消除。因为我觉得自由辩论是占很大的比重，而且双方的短兵相接很快，所以那个自由辩论是很紧凑的。所以如果正方是
便在总结上面没有办法把一个在我这里的优势消除，基本上我的印象票我会判给你，因为我觉得后半部的优势很明显，对我而言自由辩论，我认为这方式自辩其实做到了一个我有记录到并且我可能会去转票的一个原因是，我认为你们打的第一个贯穿你们的东西其实还很坚持下去，因为你们也没有被完全被捅破，我认为逻辑还是自洽的，因为到后半部的那个纠结是他们的纠结在我们论证的是应不应该接受到案，那你们他企图灌你们的罪名就是你们在论证他会不会去到案，他有没有可能去到案，就是他企图要打的东西是你们的那个动机的讲法是不成立的，那其实我是有动摇的，因为你们后半部很靠这个讲法在撑，就是你要证明他有动机，因为故事里说他的确到案了，那你要证明他有动机不去这么做，或者是我会认为他们那个讲法乍听之下好像成立的，就是他不需要去论证这个动机，他也不需要去跟你谈这个动机，是因为一个因然性判断，就是应不应该，他可能可以跳出这个故事外去做自己的判断，这个东西我觉得他们这个说法我认为这个逻辑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我在想那个动机的说法到底可不可以成立，我就一直在想，然后我认为到了这边有一个比较好的交代，好的交代是你们认为这些人因为招安了才有这个动机去做，是因为他们这一群人不属于宋朝的同一势力，所以如果他不招安他基本上不会去攻打你们所谓的燕云十六国还是辽那一边，你的这个动机的解释对我来说我觉得合理了，因为我是一个孤立的群体，我要面对内部的抵抗，就是要打我，然后我现在在兵力不足啊，当然我觉得那个背景全是很好，我只有一个两场坡，我的食水可能供应都有问题，我的兵力可能很有限，我不像曹丽有这大把的钱，然后我是不是能够打十九弹，在这样的背景底下我如果不去接受招安我不太可能有意愿去往外打，那如果这个东西我可以接受的话，那我就推去你们一直在打的，我到底会不会去打燕云十六州是你们很大的战场，那个战场因为占了很大块，所以这个战场呢燕云十六州我就觉得如果要接受招安才有这个动机去做这一件事的话，而这一件事又是你们今天判断应不应该招安的很大一块战场，那基本上这个战场我是认为这方是应该胜的，那为什么我还是把印象票投给反方的原因有一个，就是我刚刚交代的，我觉得自由辩他们的进攻其实很犀利，然后可是又没有捅破，可是我认为正方自辩如果你要再做得好一点，你应该去消除那个公司很多层公司，你应该把它贯穿起来，你应该去作为一个开一个视角说今天对方对我方的进攻是分为这样这样，这些东西无法捅破我方讲的那个逻辑，我方的逻辑在他们这些讲法下还是低下的，那我就觉得其实会做得更好，那我没有办法因为你的总结，当然总结讲到一个很大重点，可是我不会因为这样的反驳我的印象，不过我必须讲这是一场非常接近的比赛，所以我最后一票我想听看其他裁判去怎么去诠释场比赛，让我会接受这个视角，因为我觉得正方也是有赢的理由在我这里，我觉得你们也做得挺好的，然后我给反方一个建议，其实我评论你们两场比赛，我认为你们的进攻能力是 OK 的，就是少有我看到的是大陆队伍进攻还很快速，可以短平相对很快速，可是我觉得你们真的很需要一个人去把你们的进攻整理出来成为一条主轴，昨天我也是说了同样的话，就是那一条主轴必须是在架构上把对方的核心打掉的，不然我会觉得很需要裁判去脑补一些东西，或者是很需要裁判帮你接下去论述，或者去多想一块多想一条连接，我觉得这样子挺危险的，不过我觉得今天你们的自由辩真的打得很不错，比起昨天我就觉得今天的进攻火力非常猛，不过他们招架能力也很不错啊，我真的是觉得那一个自由辩让我印象很深刻的，然后请看其他裁判吧，因为我本身对于水浒传今天我觉得让我有一个很深的体验，就是我以前念水浒传我只是找他们打来打去，然后就是你打我打你我收服你就这样，对我来说就是只念到这个情景，不过你们在背景上补充了很多让我学习到很多，然后我觉得这场比赛是真的是我
没有那么多场训练，算是最好看的挑战。然后我的分数票其实在谁手上我根本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很接近。好，以上是我的分数。大家好，我先说一说我对水浒传的了解，其实只停留在电视剧，所以不要期望我对这个东西知道太多。但是从你们的，从你们这一场比赛里面，我发现我了解了水浒传更多了些。所以我先说一说今天这个比赛的状况，主要是这样子的：充满了非常多的战场，但是没有人整理。刚刚评审说了很多，你们没有去整理好这些战场，以至于很多时候我写了非常多的东西，但是非常凌乱。你们没有整理好，没有出来一个总结跟我讲，你们已经处理了这个，处理了那一个，对方没有处理这个，没有处理那一个，以至于很多时候，其实我会很容易，不小心忽略掉一些细节，好不好？所以我们先来处理几个主要的战场。首先，第一个战场是在自由殿之前的，自由殿的战场主要是集中在几个东西。第一个，到底他是不是坏人？好，谢谢你。到底梁山好汉算不算是坏人？基本上在这个战场上面呢，我觉得是正方获得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正方不断的跟我们讲说祝家庄的事情，但是直到最后你们都没有给我一个解释。因为他们告诉你们的是祝家庄，无论祝家庄是不是坏人，但是他们攻打祝家庄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是坏人，而是因为他们拿了他们记忆的事情。对，OK。所以这个东西体现不出他们攻打祝家庄是为了替天行道，而是为了鸡毛蒜皮的事去整个土庄，明白了吗？就是为什么这个战场会判给正方 ？OK， 因为针对这个解释，你们是没有任何，你们没有再进，对，没有再深一层解释，你们都还是告诉我们说祝家庄很多的坏，他是一群黑社会什么之类的，但是你们没有去针对这个原因去进行解释，以至于这个战场在自由殿之前是判给他的，所以在自由殿之前基本上是正方占优势的。那么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没有得到回答的，就是招安和认错的关系。直到正方的结辩出来的时候，我才能够微微的把他判去决辩，毕竟结辩最后发言嘛，所以对不对？结辩最后发言，我只能够微微的判给他。OK， 我也觉得有点太迟了。招安是自等同于认错，我觉得其实在自由辩之前的时候，自由辩之前的时候，其实还没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因为你们不断的跟我讲说体制是一个不好的体制，所以招安是没有这个意义的。那么正方对这个东西的回应其实就是也没有什么回应，因为你们主要执着在动机这个东西上面，就是那个挑战辽国的动机，这个待会我们再谈。那么直到后面的时候，我越来越听得清楚，其实面对于这个面对于这个朝体制的问题，你们其实在自由辩的时候才真正的说清楚，回归社会跟回归朝廷是不一样的。OK， 如果法律是不好的话，回归他是招安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但是你们没有体现出来，他到底有多么的不应该，明白吗？充其量你们其实是在削弱，就是跟我讲说这个法律不是很好，所以你招安了过后就不好了，因为他法律不好嘛，明白吗？但是你们没有刻画出他的可怕的现象所在，到底法律不好招安了过后会有什么可怕的结果。 OK， 但是对方他们跟你讲的是会有很多战争，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以至于我在自由辩的状况底下，即使你们成功的削弱了，我还没有办法判定这个到底要判谁好。直到最后正方解辩给了一个回应，告诉我说至少它是一个形式，明白吗？就是我招安了过后，至少从形式上看得出我是知错还有认罪的，我才能够算是勉强的接受。但是这个绝对不能够成为我判定的这个关键。那么去到最后几个主要的战场，第一，挑战辽国的事情。挑战辽国这一件事情，我是把我的判决也是交给正方的。主要的状况是这样子的，等一下，挑战辽国，对，动机上的解释 ，OK， 正方跟我们讲说，他们用了几层的方式来告诉你说，其实动机是不成立的 ，OK， 第一个，这个不是宋江的意愿，即使宋江发梦，也不代表宋江其实是想这样子做的。我个人是能够接受啦，虽然是有点浅。那么去到后期的时候呢，真正好的解释其实是体现在于
真正突然间他们在自由辩的时候做出了更深一层的回应，就是关于回归社会的事情。但是回归社会的事情其实也被你们解释了，但是去到结辩的时候实际上说得很清楚，有两种状况以至于他们是不大可能去做这个事情的。第一个东西就是他们其实上山是为了换早安的机会，所以他们不会无端端去挑战两国。第二个是师出无名的事情，就是政权上的问题，所以他们不会去挑战他，以至于让我觉得在东京这一方面这个战场也是判给正方。至于中间其实讨论的一些东西，我个人是觉得正方也是稍微偏低的。例如你们讨论到底会不会他们在山上会不会打下来的事情，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在论证梁山好汉是可能还是不可能接受招安，不是应不应该招安，明白吗？因为你们在论证的是他们怎样都要接受招安，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在上面活下去了，但是这个不再论证他们应该接受招安，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是稍偏的。但是问题是反方没有挑战这个东西，你们应该告诉他说，其实你充其量你给我讲天时地利人和，你也是在告诉我说梁山好汉他们是不可能不接受招安，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价值上的判断应该嘛，所以我们应该看的是他应该还是不应该接受招安，而不是从这个天时地利人和来判断他是接受招安的。对，你们在自由辩有提到一两次同样的状况，你们没有做出一个很好的总结，没有很好的包装再丢出来给大家看，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有公式也是零散，明白吗？这就是今天双方最大的问题，你们没有很好的去整理。但是正方那一方面其实你们也没有整理的特别好啦，纯粹是你们在处理问题上面你们都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去处理的，甚至很多时候你们换就多一方面的角度，可能例如你们会讲说天时地利人和去论证这个东西，虽然它算是偏题，也算是不是很有优势其实，但是我觉得反方既然没有太大的挑战到，我也只能够算是给过你们一点点的优势。所以以上这几个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记录下来，然后一个个战场上去判断到底谁是优势比较大一点。那么其实更多时候其实在后面的时候我们需要看到底是谁达到更加有深度一点，去有看到更高大上的东西。 OK， 那么事实去到后面的时候呢，就是我看到反方有在很努力的做一些事情，因为其实你要比较这辩题说对了，其实是跟反方所说的一样，我们要看的是到底接受招安还是不接受招安，来的是更好的一条道路。所以问题是大家都执着在讲交锋交锋交锋，打来打去打来打去，没有想法讲法应该还是不应该接受招安的内在原因引出来，到底招安了过后会有什么美好的结果，不招安又有什么美好的结果，大家互相踩来踩去踩来踩去踩来踩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一个答案的，到底招安过后美好的结果是怎样，对比起不招安过后美好的结果是怎样，或者是招安过后的可怕的事情是怎样，不应该招安过后可怕的事情是怎样，我们再来这个状况来一个比较，那么在这个状况我们是看得比较清晰一点点，大概是这样。
小说中有很多内容，或者说是甚至包括史实中有好多内容，也是给大家去解读和佐证。所以这样的题目其实很大程度上呢，是看双方的佐证和诠释能力对于这个辩题，然后再进行进一步的交锋。好，首先呢，我们先来看正方。正方一开始呢，就是花了很多的力气来讲，梁山好汉其实是一群欺君斗盗之徒。刚上梁山呢，其实不是一种替天行道的巨意，其实只是用我的语言讲，当然这不是你们的语言，用我的语言讲，梁山其实就像是一个收容流窜犯的三不管的地方。上去的都是要么是偷人家鸡的，要么是身上有命案的，要么呢甚至可能是被这个黑社会老大骗来的官方将领等等等等。然后呢，你们也讲了梁山的领袖他其实有很多个人道德上的污点，你们有讲到这个宋江，有讲到这个宋江他是把这个秦明，他是把用非常恶毒的手段把秦明逼上了梁山等等等等。然后最后呢，你们讲他们其实就是一群丧心病狂的黑社会。在这样的黑社会呢，他在梁山，他最后所以说他其实招安这件事情是他的错误被既往不咎，然后你们稍稍的把你们的底线露出来了一次，你们说他就是一种认罪协商。然后既然认罪协商，那自然你犯了错误你应该认错，那认罪协商在情理之中。第二部分呢，你们讲了你认罪协商之后呢，你为国效忠，以你的战斗力呢，你还能够解，在事实上你能够带来一些利益，比如说解除当时这个外族入侵或者说战乱的状况。在靖康之难的时候，可能宋朝当时也是状态不太好，所以说呢，你们前科累累有机会接受招安，当然就应该痛改前非，将功补过。所以说你们其实是把招安和他的改过两件事情给紧紧的捆绑在了一起。好，反方的说法呢，就是反方今天打的，我觉得个人的那个评价也是很高的。反方一开始呢讲的是说，就是其实宋，首先第一个是讲宋朝他不招安，就那个梁山好汉不招安，但是他一样可以不继续为非作歹，一样可以改过自新。首先你们讲招安，他有一个非常大的风险，这个风险就是梁山好汉他们在宋朝的整个统治体系里面，那四大奸臣他的权力非常大，而四大奸臣和梁山好汉之间其实是有很强的这个很多的仇恨，所以说梁山好汉来了之后呢，他其实他非常会非常的危险，所以招安其实对他个人的处境是相当的不利的。你们有讲到这个体制中，比如说在军队枢密院，他其实是由头冠管理，而他蔡京呢又能够呢发布政令和修改政令、审核政令、执行政令等等。所以说呢，事实上梁山好汉招安之后呢，他其实呢还是要有补血。第二个部分你们讲到梁山好汉其实他是有替天行道的价值需求，他不招安更能够实现这个价值需求。第一个你们觉得他战斗力可行，第二个部分呢，你们说他反而他招安之后，他打燕宁十六州，他本来可以一路长驱直入，但是呢，却被奸臣因为个人利益让他停战，还把收复的实力交了回去，不符合自己的道德需求和人民的诉求。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无论是从他的理想角度，还是从他招安之后的境遇角度来讲呢，他这个诉求方面，你们觉得他应该是不要接受早招安？其实双方的立论，我觉得都相当的不错。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双方在交锋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有几个问题其实对我来讲呢，我是在比赛的过程中其实一直期待双方来解答，或者双方有更好的解读。第一件事情就是做过坏事的人，因为梁山好汉做过坏事，很多人做过坏事，这件事情其实双方到了后来达成了一些共识，就是他至少是以前做过坏事，但后来呢在宋江这个人的领导下，当然宋江的角色后面大家也有些争议，在他的领导下能不能直接改邪归正。那么但是这群人至少还是做过坏事的人，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双方到后面没有太多的争议。那么做过坏事的人需不需要通过招安这个仪式来进行改邪归正，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双方的说法呢在前面的部分呢，其实对我来讲呢是形成了相当对峙的一个状态，因为呢没有哪一方在前面把它讲得非常的好。打个比方，就像我们说正方在前面讲的时候呢，说要不要通过招安这个仪式，正方所说的是他们是坏人，他们既然是坏人，自然你应该招安。但是呢，你们对于宋朝政府的这个正统性的讲的描述，我觉得讲的呢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少，其实前面基本上没有讲到。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是说，如果说他做过坏事的人需要通过招安这个仪式来改邪归正，那么这个部分呢，其实反方有一个点对你们来讲是对冲的。反方讲的就是那几个所谓的奸臣，他们对于朝廷的把持。然后这部分你们的反回应有两层，第一层是朝廷里面也有忠臣，第二层呢是反正你们都是坏人，继续变成汉
上已经有那么多命案了。其实这两层呢，对我们来讲的效益呢，都不会说是特别的高。为什么呢？第一个部分就是，的确所谓的忠臣，在整个三国中呢，忠臣的部分呢，好像出现的，我的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那个树台伟。树台伟他是有试着去想办法斡旋这个梁山和这个朝廷。其他的的确我听的不是很多，然后呢，当然这部分我会带入我自己的判断，你们至少肯定要举证，然后你们讲的寇准，但反方后来又说寇准其实在小说中没有出现，那么呢，这个部分我觉得的确好像是奸臣把持的状态比较严重。然后第二个部分呢，你们有讲的就是说他们可能已经是坏人了，那坏人那死就死吧。那对啊，既然坏人死就死了，那就说明其实朝廷也没有真正的正当性，也不是说真正让你既往不咎嘛，对不对？他也不是真正的认罪协商嘛。所以说这个部分，因为你们讲出来认罪协商，认罪协商之后，认罪协商的结果应该是双方遵守，对不对？但是双方不遵守，那么可能认罪协商的正当性会受到一些质疑。所以说，如果他是坏人，就算被奸臣害死了，也是理所应当。这个部分的攻防，其实对我来讲，他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削弱到认罪协商的。好，对于反方而言，我觉得呢，你们其实很大程度上从利益的角度来讲，因为这个题目其实双方都有梁山好汉视角下的利益和道义两个角度的讨论。利益的角度上，对我来讲，我的确能够很好的去接受梁山好汉如果接受招安，他很可能会遇到跟他有过仇恨或者过节的一些奸臣，因此他可能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报复。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我觉得认罪协商的达到的可行性，在很大程度上我觉得是遭受到挑战的。然后接下来到下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那么梁山好汉他能不能真正，如果他不招安，他可不可以在梁山坚持下去？这个部分的讨论呢，对我而言，反方的举证是说，梁山好汉他坚持下去，他才能坚持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他打了五次他都赢了。但是正方在这个部分呢，正方其实是有推论性和这个其他的组织的解读，虽然比较少，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因为这个是不同层次的反驳。例如正方的第一个说法是说呢，梁山根据他的地缘情况来看，他是一个没有他不生产粮食，不生产粮食呢，那会怎么样呢？就是宋朝如果真的要打的话呢，他就可以围着打。他就以围着，他自然你就必须下山来夺粮。梁山可能易守难攻，但是呢，你下来攻打遭遇战，可能你就没有八百里水泊的这个优势了。第二个部分，正方其实也有讲到，就是说宋，当然这个宋正方他可能讲的只是回应，就是说宋朝的官军可能前面没有认真跟你打，但是他认真打会怎么样呢？没有人知道。其实我个人比较能够接受的解读，比较倾向于第一条。第二条的解读，我觉得你没有说清楚。其实这个样子，你想一想，为什么宋朝前面他派过很多人去打梁山，那些人都被梁山抓进去了，甚至梁山好汉去打他们的时候，有很多人把梁山打得非常惨。比如说董平、张清在打梁山的时候，梁山是十五六个人跟他打，甚至那些什么关胜啊，那些什么呼延灼啊，其实这都是武侠小说早期的志怪，或者说武侠小说的套路，都是出现一个人特别厉害。你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收服他，他加入到你手下之后，突然一下就变得很弱。对，这是很多这种小说的套路。但你想一想，为什么？因为你看啊，关胜和他们在打梁山的时候，为什么他们打破梁山？一开始出来不想打破梁山，因为他们赢不赢梁山其实不重要，但梁山赢不赢他们是超重要。梁山如果输了，那就是他们赢了，被抓回去，好了，洁身成钢的。这个写反诗的，这个杀阎婆惜的，这个各种各样命案的，然后呢杀潘金莲的，捅了一笔笔的清算，梁山就没有戏了，对不对？但是关胜打不赢的话，他打不赢就打不赢了，对不对？这只是他的军事生涯中一次不利的战争。所以你看梁山每次在打不赢的时候，他都千方百计把这些人给身上给他泼上污水，让他们也回不去的时候下路。所以说其实朝廷打梁山他没有说一定要胜，对不对？他其实并不一定要胜，但是梁山打朝廷，梁山不胜不行啊，但要是不胜那就没戏了。但是梁山大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朝廷他就会成为朝廷的眼中钉。就像方腊，为什么最后方腊大到一定的程度，朝廷要让梁山去牵制方腊？因为你大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可能朝廷就觉得再这样下去，我的正义性就真的受到质疑
而正方的解读呢，是基于他打赢的原因，或者说是他接下来打不赢的原因。所以说在这个部分的交锋层次呢，正方对我来讲，我觉得是略微是高一点的。所以说呢，我也比较容易倾向于相信梁山如果守在那里，他比较有可能的情况是他守不住。当然在这个部分我再补充一个，可能我没有在前面深入判决的，就是说其实事实上，但这个点我必须交代，就是说正方在后面其实就抓到，就是说正梁山好汉他在梁山，其实宋江是很希望招安的。宋江这个人呢，他其实是一个，他一开始啊，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判决，也是一个补充。宋江他其实他的身份，在他出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不是当官的，他是一个吏，官和吏是分开的，官是可以取得功名，不断的往上走的，但吏不行。吏其实就相当于在官府里面跑腿的，所以说吏的地位其实相对在官面上是相当的低的。但是宋江呢，他又有一个出场的没有人能够解释清楚的一个什么设定，就是他叫孝义分三郎，他是及时雨，江湖的人一听到宋江都可以给你跪下来说，哇，你就是孝义宋江宋大哥，对不对？你看李逵也是一听到宋江就跪下来，好像所有的人一听到他叫宋江这个名字就是免死金牌，人家想喝这个想用心肝做汤的时候听到宋江就马上放掉。所以说这个当然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宋江这个人其实他的社会地位，在江湖地位和他在这个官场的地位其实是有个巨大的落差。所以宋江甚至包括他写反诗的时候，他可能都能体现出宋江这个人他其实是有想建立功名的这种想法，但是可能时不我待，宋江这个人呢，他就直接在一开始他杀了阎婆惜之后，他也没有办法再去把自己的这个身份给洗白了，甚至写了反诗之后他更是艰难的。所以宋江怎么办呢？他就只能他到了梁山之后，他其实在不断，他每次他想拉谁上山，甚至包括最后一次他拉吴俊义上山。他为什么要拉吴俊义上山？是因为吴用跟他说，吴俊义的枪棍天下无双，如果你把他拉上来，不怕官军围剿。所以其实还是为了保护自己。但是他为什么要保护自己呢？拉了一群人上山之后，这个政权不断的变大，那么朝廷要围剿他，一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朝廷也许能胜，但是一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说朝廷如果说能够跟他和解，甚至把他吸纳为朝廷所用，不用付出这个代价，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认罪协商。因为认罪协商就是你让他认罪，你要付出超多的司法成本，这些司法成本可以本来可以用来那个什么回复更多的社会正义。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你牺牲一点局部的正义，但是确实能达成一个协商。但是宋江也不能让他做大，你做大之后朝廷就不给你协商了，因为他觉得卧榻之侧怎么能让别人睡呢，对不对？你等于说是另外一个政权。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宋江在那个时候还要派人我们必须招安，因为我们在打你守不住，而且万一真的做大之后你下定决心觉得我要来打你了，那那个时候想要招安就晚了，因为他们之间的那个平衡失去了。好，这个部分对我来讲呢，我是在前面，当然宋江个人宋江角色的解读这个部分对我来讲我是肯定是不能让你判决，因为这部分双方没有人提到。但是呢最后我必须交代，你说正方的结辩到了最后呢，他其实有一些话对我来讲我觉得是给他的缓解分上我觉得是有蛮大的提升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宋江正方的结辩有讲到，就是占山为王这件事情它是一个筹码，它其实就是一个和这个宋朝谈判的筹码。第二个部分呢，他是有讲到呢，这个法律意义上宣誓效果，否则的话，从利益的角度来讲，没有人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所以说宋朝是不会跟你和解。好，这个点对我来讲，它不算新论点，因为呢，它对正方它在前面的部分，它其实讲到的就是认罪协商，讲到的就是你犯人，你难道只要认错就可以不被关吗？正方在前面是它的层次道理，但是后面它的层次也成功的道理，所以对我来讲呢，算是层次的往下走，但不算是新的论点。但是的确因为出的时间太迟，所以对我来讲它的效率其实会打很多的折扣，因为晚上今天有机会再讲。好，这个地方我先讲到这里，然后我再讲第三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就是关于保家卫国的动机，收复失地的动机和成功期的这件事情。在正方的世界里面呢，他如果说是进入了朝廷招安这个部分，他是有办法保家卫国的。当然这个保家卫国呢，其实取决的极大程度上被削
削弱了，因为反方提出了这个奸臣当道的事情，在这个地方其实我是会纳入考量的，因为奸臣当道，那自然你保家卫国其实取决于奸臣的利益，对不对？一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奸臣的利益，因为你们也没有办法去讲这个奸臣他对于他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发生作用。其实事实上的确也是奸臣在这个时候呢，他在小说中他可能没有太多的描述，但是奸臣在这个部分他有没有从中作用，就是让你看他其实不断的出去打仗，其实不断的出去打仗对于一支军队来讲有非常大的损耗。第一个，打仗不可能不死人，对不对？第二个，你打完仗回来之后其实会有很多的，从现实的角度来讲，打仗你活出来的人他也有心理创伤，他需要时间去调整，然后呢你的军械、你的人的疲累，甚至你的这个打仗长期的这个劳损，它其实会降低你这个军队的战斗力。其实你看宋江同样的道理，而且反过来同样的道理，宋江这支队伍他在打仗的过程中，一开始征辽国、征这个王庆、征田虎，他没有什么损伤，但在征方腊的时候损伤突然间变得超大，他死了70多个人，甚至包括他中有很多高级将领其实也死了。为什么呢？其实你看同样的逻辑是可以套过来的，田虎方腊在那的时候他要是打不赢这场仗他就完了，但宋江成了官军之后他要是打不赢这场仗他可以慢慢打嘛，对不对？所以说呢，你发现也都是求胜的那一方他的战斗力会异常的旺盛，但是呢，只是呢想求胜的那一方他的战斗力呢可能没有那么的旺盛，然后再加上宋朝不断的发生在打仗，所以说其实这个地方其实会有更多的诠释能够告诉我，他其实打这场仗不仅有奸臣，他出来打这些仗，他出来被他们遣出来打仗是没有生路的，是不可能，因为哪怕你能实现你的梦想，你能实现你的抱负，那好啊，你想我就以建议让你实现抱负之名，不断让你出去打，但打到之后你回来剩下那些人，我想找机会除掉你，分而化之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说事实上呢，我觉得这个部分对我来讲，梁山好汉接受招安他没有出路这个部分，其实反方是有可能再接着往下讲的。但是这场比赛对我来讲比较可惜的部分，就是说他停留在就是有奸臣当道，所以说梁山好汉被奸臣迫害，让他们可能会险象环生，但是险象环没有办法很好的实现报复。但这样也说，那他至少他打了几个，至少他做了一些啊，至少他剩下一些人还活了下来啊，那战死的人那也是战死沙场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反方在这个部分他其实有更多的解读能够让这个梁山好汉接受招安的风险以及接受招安的这个危险性更大，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可以再进行进行阐述的。但是呢，反方其实他的方向他并不是花很多力气在讲他接受招安的东西，他讲的是不接受招安的出路。那么不接受招安出路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说留在梁山会怎么样，这个部分我觉得正方的诠释呢比较能够让我接受。第二个部分就是打燕云十六州会怎么样，打燕云十六州这个部分其实呢，第一个是叫动机的部分，我觉得呢没有哪一方能够很好的把它讲清楚。为什么呢？是因为在正方的世界里诠释的是说，他之所以想去打，其实他其实就是两边的一个交易，这个交易是你认我认罪，我认罪，然后呢你免，然后我帮你去打，你给我封地，其实它是一个交易。而反方说法是从第42回宋江做了一个梦，然后来解梦。当然了，他的梦你要用现实的角度来讲，说梦是他自己的意识的反应，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就是说虽然是有一点悬，但是我能够接受。就宋江他的确也有想回归朝廷，那就是或者说是有想去建功立业的这个意图，但是下一件事情是没有人能解释清楚的，就是说宋江建功立业，他想建功立业究竟是他想达到招安的筹码，或者说想说服他手下人去招安的一个手段，还是他真的只想建功立业，招不招安不重要，这件事情没有哪一方能够弄清楚，以至于招安在这场比赛中，就是接受招安和建功立业和征讨燕云十六州，在很大一段程度上他们的关联性我觉得呢是模糊的，是好像又存在好像又不存在。所以说呢，那就这件事情最后就只能从利益的角度来讲，就是对于梁山好汉视角利益的角度来讲。因为事实上我必须指出，这道题目其实我们讨论阴然的问题，它有很多个视角来讲。你从梁
战第二国闪国是没有差别的。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现在下去没有人知道你究竟是想保家卫国收复失地，是没有人知道的。也就是说他下去的时候可能他当前脚下去，后脚老巢就被端了，然后宋朝他有可能被辽国和宋国两个国家夹击，都是有可能的。那这个部分当然正方没有讲到这个部分，但是因为这个部分双方的讨论其实只是讨论到双方的这个意图，就是你们的主张。正方的主张是这个部分是他要认罪协商，他是能认罪协商。反方的主张是他们可以去打收复燕云十六州。所以这个部分呢，我就只能从梁山好汉的设立，以及对于梁山好汉的设立，以及对于他这个对于招安这件事情，他不招安，他下来打燕云十六州的实际意义来进行判断。那这个部分呢，我的判断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正方在前期他比较成功的把梁山好汉是罪恶之人这件事情建立起来了，且梁山好汉他的确和朝廷他们两个部分呢是有，他们两个部分其实是有他的这个仇恨的。这个仇恨其实在反方世界里面是跟关羽是跟那个奸臣的仇恨，在正方世界里面呢是跟正方世界里面呢他没有讲到这个部分。然后所以说他下山的时候，正方是把最后给了我一个相对来讲完整的阐述，就是他下山之后哪怕他有没有动机去打，他没动机是存疑的，哪怕他有动机去打，他下山之后他也有极高的可能会没有办法去收复燕云十六州，而且可能还有可能是没有办法去让大家知道他想收复燕云十六州，所以他想去收复师徒的这个目标和他的道义很难实现，而他留在山上又更有可能守不住。然后相比他接受招安这个部分呢，招安有巨大的风险，但是招安的风险好像没有大到招安这件事情没有大到他完全不能承受，因为招安之后他还是可以继续的去攻下这个地方，继续的去保家卫民，或者哪怕死很多人，但那也是百战余生。所以说这个部分呢，我会把我的这个论点呢判给正方，但是呢有两个前提我要交代，就是第一个，正方是在最后阶段才把这个论点完成的，所以说呢我没有办法把整个就完整的论点判给正方，只能说是在论到了最后阶段我要投下定向票，正方占优，所以说我的第三张票我会转。第二个部分呢是刚才那些比较，看啊，刚才这些比较是我帮你们双方梳理出来的，就是说我是把你们双方打到你们，就等于说你们把你们的利益利害在你们能比的程度比完了，然后扔到我面前说好，你比给我看，那我就只好把它梳理在今天给你们看。那这样比出来的结果呢，我觉得也不能说是能交付场。